好神奇的一桌子菜呀！哎，咱俩离谱，一身黑，你看他一身白，晚上9点半、10点出来，这俩人真吓人。一身黑，一身通体没有一个别的搭配，敢接待咱俩的店不是一般店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快10点，俩人在街上溜达。谁让你今天穿一身黑的？谁让你今天穿一身白？咱俩要不换换，你穿我黑外套，我穿你白外套，那不差不多吗？黑白搭配，干活不累，走吧。哎，我发现普洱这夜生活可以啊，是吧？就都十是，点多了，吃夜宵的人挺多。哎，好几家呀？哪一家是啊？哪一家是啊？咱吃这家是吧？对，行。营业时间8点到2点，不定期调休，请相互转告。怎么个相互？上哪转告我去？您好，怎么点单呀？啊，手机点扫码点哈。好的，就在这儿吧。在这儿啊，来吧。1号桌，点菜。这是个啥呀？妈呀！萌女震惊，是吧？行，等着吧，想好了。我发现就是人家南方的朋友就是喜欢吃宵夜，感觉把净睡觉就净化掉了。宵夜是他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年轻，嗯，主打一个醒着拼。这啥呀？6个三角汁，三角汁，嗯，是这边特色吗？是，这边小朋友的童年味道是酸甜味的。这是你点的第一道菜？惊讶吧？这不是？它配一个锅吃的，那个锅就是好。配锅吃的？对。哦，我以为单点一份米线，干巴吃了。这是啥呀？猝不及防的来的。百香果蘸牛肉，啥？百香果生牛肉，这牛肉是生的？5到9分熟吗？哦，就是不是全熟也叫生是吧？就我火上哎燎两下出来了。它跟百香果搭配吃啊？它蘸，它蘸它，啥味儿啊？这得，我来一口。甜的，还是咸的？我给你尝尝。百香果生牛肉。哎，好吃啊！是啊，对，是啊，甜的吗？酸酸甜甜的，酸甜味的牛肉。你能看出牛肉的粉嫩吗？哦，是，酸甜味的牛肉啊。嗯，你别说，入口那一下有股我们家牙膏那味儿。你们家牙膏好吃吗？挺好吃，清新就是。这个是啥？炸苦果。哦，炸苦果，好的。炸苦果，我没见过。这不是豌豆吗？不是豌豆，是个啥？这不是，这应该不是豌豆。你尝尝。15这块。这要是豌豆，我给你磕一个。你尝尝。这玩意儿这么苦啊？这苦的话。一定有它的道理。这真不是豌豆啊，真不是豌豆，里边是那种像姑娘果一样那种口感。那吃它为啥呢？图个苦。我们多吃点那个辣椒油，你就尝不出来苦。你读不读？这是芒果花甲，这个是呛生牛肉。就是水果和花甲搭在一起，反正看到它的时候让我眼前一亮。他俩不该在一起啊！尝一尝，酸酸甜甜的，是吗？酸酸甜甜的，真的，辣辣的，这组合蛮神奇的。你就吃吧，这玩意儿有点一吃一个不吱声啊。我没吃过这么酸的花甲，那尝一下这个芒果。芒果拌成凉菜了，他都没想到。酸到天灵盖了。
从后脖梗子上涌上来那个酸。这个是生呛牛肉，呛生牛肉，呛生牛肉，呛生牛肉，又是生的。我给你看看。哎呀，反正这个样应该是熟不了。不是应该出现在烧烤摊上给咱放桌上烤之前的状态吗？腌好的待烤状态。对，我来一口吧。敬你大家。我二妹不挑食，我二妹好养活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你尝尝，这口感你绝对接受得了，吃吧。万一你在骗我，我没有证据。看着还行哈，看着也是没熟。我觉得你可以接受，是吧？它即便是生牛肉，你能尝出来它新鲜，是、啊、标准很高呢。你知道云南就是他们这边有一道菜吗？叫。那个就是生吃猪肉那个叫啥来着，没听说过猪肉生吃的。你都从哪聊这些鲜为人知的秘密？从因特网上看的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来上一口。就这一小口啊，还可以吧？还行是吧？嗯，这个还行，主要是料调的好。这是菜包鱼，麻菜，然后包上鱼肉，然后再包上这些料，甚至包上这个红米线。这鱼是煎过的，对，罗非鱼，跟咱那儿吃烤肉一个道理，就是烤，就是裹上是鱼。哎，来点鱼肉，还挺脆的鱼。当然了，烤的焦焦的，真的。给，哦。这是啥？小茴香吗？茴香啊，再来点香菜，还有啥呀？花生豆酱，这什么酱啊？辣酱。对，这个是辣酱。这是辣酱。这个是不知道，加吧，人家说让加。花生酱。哦，再来点花生。反正每个料我都加了。哦，再来点这个，还有米线。再来点米 线, 米线，不爱吃那个。哇，这没吃过，真没吃过。个人觉得这个鱼单独吃也不是不行。花里胡哨，整一堆。不必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单吃就很好吃。姐来了一道重量级的菜。啊，咱们的还有菜呢、嗯。这是咱们的。嗯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臭豆腐猪脑炖一起了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味儿！哎呀我的天！完了，臭，太臭了，太臭了，这个、这个菜太臭了，怎么办呀？这跟个生化武器似的。你点的什么玩意儿？我就知道这个菜指定重磅。再放你那儿吧，有点熏人。猪脑和臭豆腐炖一起了，老猛了这个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！来一勺啊，臭豆腐猪脑，臭豆腐猪脑啊！二妹说她要吃，哎呀，都弄手上了。老妹儿姐，敬你是个英雄，你吃吧，先走一步。这猪脑啊，还行，看着丑，吃着香，是吧？全桌最好吃的菜，姐。是吗？一点不糊你，我尝尝。好吃？好吃。臭吗？臭，臭也是真臭，吃着行是吧？
臭豆腐是挺臭，吃着也挺臭。那猪脑好吃。是啊。它不是咱们平常意义上吃的那种臭豆腐，它像是那种鲜豆腐里边的口感。鲜豆腐变臭了？那是坏了呀。哇、哦，好神奇的一桌子菜呀、啊！我现在挺饿的，你吃这个，我就坐到这儿看着一桌子菜的时候，我就吃吧，不知道从哪儿如何下筷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你尝这个，这你们吃这个，吃这个。这是啥？凉拌花甲呢，就是，是吧？带点芒果的酸。啊，这个味儿应该好像是云南朋友喜欢的味道，是吧？酸酸甜甜，酸的，辣辣的，吃起来还行，没有那么难接受，还算靠谱，还算靠谱。生呛牛肉，好吃吗？也就是芥末味的鸭肉汤，就还行。我尝尝那个臭豆腐，喝汤吗？我不喝，谢谢了。确实够味儿啊！你还加开呢？啊，加开的，你整个往嘴。它是坏了吧？不是，那么里边也这么臭，就苦的那种臭啊，臭到心里。啊，妈呀，真要命！你说的好吃是相比于他们这个其他几个菜来说是吧？还行，嗯，我觉得我口味跟他们这边还是有差距，自定是差距还不小，差距真不小，自定是这样。打回去让咱身边的朋友们都尝尝鲜儿，有各位喜欢尝鲜儿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，是老鲜儿了，可鲜儿了，就是。